阿天，你不能和孟可儿在一起，孟可儿可是出了名的拜金，他只会利用你，吸你的血啊！你，再不说，我告你诽谤！拜金又怎么了？我付出金钱，他全心全意回报我，而你，我付出三年时间，回报了我什么？是我财迷心窍。 是我想攀高枝，我真的错了，你还是爱我的不是吗？回到我身边好吗？当初是你把哥哥一脚踢开，现在看他有钱都眼巴巴的贴回来，要不要脸啊？不是这样的，明天我们聊聊好吗？我觉得没什么可聊的。你以前不会这么冷漠的，以前我无论犯什么错，你都会包容我的。我们回到以前好吗？好不好啊？ 回到以前，继续像一条狗一样围在你身边吗？你高兴的回两条信息，不高兴的就一脚踹开。苏晴，你只是享受我追求你的过程，根本就没有把我放在心上。不是的。那我问你，如果我还是那个又穷又胖的李天，你还会像现在这样跪着求我吗？苏晴好感度减一点。 真该感谢这个系统，让我能明明白白看清你的嘴脸。什么？苏晴，我们回不去了。我不爱你了。李天，李天，不好意思啊。 这顿饭吃的没关系啊，吃了这顿饭，我倒是发现了你很多优点。优点？你重情重义呢，还很有钱，打架还这么厉害。不过呢，我有个疑问，你既然这么喜欢苏晴，为什么不向她表明你的身份呢？什么身份啊？哥哥，你又和我谦虚，能拿出1000万帮我做直播数据的人，身家肯定上亿，龙江城的那些富豪们可都争着抢着要认识你呢。其实。 我只是一个普通人，想要的也只是一份普通的爱情，可惜了。哥哥，遇到了我呀，你就注定不普通了。亿万富翁，还是个好色的，宋家有救了。 做我男朋友好吗？我真的很喜欢你。孟可儿好感度加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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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我们改天再约啊！走走走走，再见，晚安。这种见钱眼开的轻浮女人，肯定入不了您的眼吧？您是？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叫宋健健，宋氏集团，我家的，那个娱乐公司。对，没错，有一个总裁身份的女朋友，您带出去是没有面子。我姐姐宋文文长他妈老正了，保证能让您喜欢，而且只需要你买一点我们送。我当是干什么的？居然是拉皮条的呀！华人有了钱，不会苍蝇级别多。哎，看看嘛，这当交个朋友也行。第一，你姐也是，不是交易的工具。第二，我帮你还的钱，咱们都能走。我不要你的钱。妈，你到底拉我来干什么呀？是我那弟弟又闯祸了，还是公司又出问题了呀？好吧，什么事都瞒不住你。上次你拿到公司的那个钱呢，被你弟弟挪用去投资了，短期也不可能回本。你出出力，帮帮家里的忙。什么投资？是去拿去赌了吧？你们怎么能任由着他胡闹呢？这次我不会再帮忙了。
哎呀，我的命好苦啊，在哪养的是女儿，就是白眼狼啊。妈，你能不能别在这丢人呀、啊？贷款马上就要到期了，咱们家要是如皇上，房子都不要被收走了。什么？我们公司已经亏空到这种地步了吗？你以为呢？他带屁股走了，就是要逼妈死啊！我的命好苦啊！行了行了，妈，你到底想让我怎么样？你说，你做小明星不是很能挣钱吗？拿出1000万来补补家里的资金漏洞。妈，我挣的所有钱都给家里了，你让我拿出来1000万，你是要逼死我吗？你知道张家那个张鹏吗？我觉得你们两个挺合适的，你们呀、啊、可以处处试试。要如果咱们攀上张家那个高枝了，要多少钱有多少钱。那张鹏可是出了名的人渣。别那流言蜚语你也信呢？你们两个先处处，你身上也少不了一块肉。为了这件事啊，妈求了多少人啊，没良心的。我不想去。要不然和张鹏见面，要不然拿出1000万，两条路你自己选。我还有的选吗？你都把我拉在大门口了，要不然我拿出来1000万，我要是拿不出来1000万，张家我也得罪不起，是不是？妈妈也不是这么想的吗？谢谢。妹妹，你的手可真滑呀。鹏鹏，终于来了，来来来，坐我旁边。张总，不好意思，让你久等了。没事没事。你好。哎呦，我问呀，自从上次见到你之后，我就对你念念不忘。你这个身材真的是太绝了。哈哈。那个，你们家的困难啊，我已经知道了。放心，我会全力资助你们家的啊。谢谢你了。客气什么呀？这以后咱们是一家人了。谁跟你是一家人呀？这话说的有点早了吧？我问你，这什么态度啊？张总，我的女儿啊，被我从小宠坏了，不懂规矩，多多谅解啊。没事没事，我就喜欢有脾气的。张总，如果你要是喜欢的话，咱们就签股权转让合同。这份股权转让合同没什么问题，不过呀，我要加一个附加条款。我懂，不就是礼金的事儿吗？人呢，我都给你领来了，难道你还怕他跑了不成？妈，我说要见面，我可没说要结婚。文文，你可能还不知道吧，你妈呀早就把你卖了。啊，公司股份外加1000万彩礼，把你当我媳妇儿。这以后啊，抛头露面的活你也不用干，全职在家帮我带孩子。这就是合同里面的附加条款。你想让我嫁给你？不可能！你敢打我！来人，把他抓起来！文文，妈，你真的要签这份合同吗？文文，为了咱们家和你弟弟，你就跟了张总吧。臭婊子，给我带回去！妈，你敢打我，犯了你了！走，臭娘们，敢打我！欺负个女人，哪儿他妈来的疯子，找死是吧？你敢打我？我今天打的。你快松手！你知道他是谁吗？你不要命了你！不就是张家吗？信信我一句话，就让张家消失。我错了，松手！哎，让你保镖放人，快放人！你没事吧？你怎么在这儿？被你便宜弟弟拉皮条了呗？你这还真是的，你妈骂你一次，你弟骂你一次。哎，姐，我可没卖你。你赶紧走吧，这事你掺和不了。不好意思，今天的事儿我管定。宋阿姨太看见自己女儿了吧？才1000万就给卖了。这样吧，我出1亿买平了合同，
您意下如何？我当是什么大人物，原来就是一个大傻叉儿。你要是能拿出一个亿，我就是世界首富。你疯了吗？宋氏集团根本不值一个亿。但这个价钱足够让宋氏集团东山再起。你要出一个亿买我的股份？演，继续演啊！哎呦，哎，我来问你，你是哪个集团的大公子啊？你知道一个亿长什么样吗？我没有集团，网名无。你就是无敌？无敌？什么无敌？富豪圈都传遍了，三天啊刷了2000万，把孟可儿啊捧上全网第一女主播背后的神豪无敌。粗略估计他的身价几百个亿了。我去，捡到宝了，咱们真捡到宝了。李总，咱们把这股份合同签了吧。哼，我们走。签约可以，但我还有一个要求。你和文文你们两个呀情投意合，他嫁给你啊他肯定愿意。说得好，他不是把我当成交易的工具。你傻呀，嫁给这么有钱的人你应该感觉到非常荣幸。李总，有什么条件您尽管提。我的要求只有一个，你把合同里30%的部分转让到文文名下，转让完成一个亿立马到账。你花钱买股送给文文，你一分都不留。没错，这一个亿当做给文文的见面礼。追爱目标绑定成功。来吧，花了一个亿，让我看看好感度有没有被刷爆。怎么才10点？宋文文好感度9亿元。你想干什么？这份礼物我受不起。你傻呀姐，这白送一个亿都不要。你闭嘴。宋氏集团现在资金断裂，项目短缺，就算我一个亿也没有用，何必白白浪费这一个亿？这钱你尽管用，亏了我也不在乎，我只想尽我所能让你过得好一点。你的好意我心领了，但是这一个亿的人情我真还不起。都穷成这样还装啥呀？我再送给你礼物，你不说也得收。不是所有的女生都喜欢不劳而获，你这样真的让我很讨厌。宋文文好感度减5点。我去！警告，警告，好感度达到0点，任务将会失败。我去，我就知道遇到这个女人就没什么好事情。任务失败会怎么样？系统将会关闭，您会直接负债4750万元。什么？妈，我拼尽全力保护集团，只是还念着咱们一家人的情分，没想到你还有你，竟然把我卖给人渣。现在我宣布宋氏集团正式申请破产，从此之后我和宋家一刀两断。你等等，我是真想不通，你为什么就这么讨厌我？我听说过你的事情，高调追求女主播，三天花了2000万。你想用钱去追求女生我管不着，但是别把这种有钱人的小把戏用在我身上。您什么小公主吗？这么天真，没钱谁跟你？宋文文好感度减1点。等，姑奶奶，你是真的说不得，但我会用行动向你证明我说的才是对。无聊。哎，看不起我是不是？看中一个亿，把孟可儿的好感度刷爆。那我就祝你和孟可儿长长久久。谢谢你。喂可儿，今天有空吗？我出个门。哥哥约我当然有空啦，明天见。鹏哥，怎么这么久没来找人家呀？你个臭娘们儿，还敢来问我？说，无敌到底怎么回事？我就是利用他，我对你才是真心的，鹏哥。狗屁！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同时傍几个金主捞金，你这种手段骗骗李天可以，还想骗我？对不起啊，鹏哥。哎，行了，我也不在乎，反正啊，就是跟你玩玩。
那您今天来找我是？李天儿抢走了我看上的女人，还当众打了我，让我下不来台，这口气我咽不下。他竟然还有别的女人？你以为你把他拿捏得死死的？告诉你，有钱人身边最不缺的就是女人。李天，你个王八蛋！温可儿好感度减30点。什么？系统，系统，我在。孟可的好感度，我辛辛苦苦刷90点，怎么就掉了呢？镜头检测到宋婉婉的事情被孟可儿知道了。果然遇到这个女人就没有好事情。不行，我得抓紧时间刷好感度了。恒哥，那你接下来要我怎么做呀？哎呀，李天这钱呀，来得蹊跷。我呀，要让你帮我调查调查，到底怎么回事？这件事要是办了，我保证你这辈子衣食无忧。放心吧，鹏哥，我一定好好办。李天儿，无敌！哼，毛都没长齐，都敢在我头上撒野，让你吃不了兜着走。这个李天竟然背着你找其他女人，太过分了。我也不知道啊，你说他这表面看起来正经，实际上还是个花花肠子。男人都是贱骨头，你越顺着他越不懂得珍惜，你越是吊着他才越希望得到你呢。你是说我之前对他太过热情吗？有点操之过急。对，你可一定要把他从别人手里抢回来。那我该怎么办？他不是约了你10点见面吗？那你12点再去，吊足了他的胃口，狠狠地出了这口恶气。李天儿，你不是约了孟可儿吗？怎么还不走啊？啊？昨天我见宋文文，他不高兴了。今天啊，他不知道才怪呢。可儿，我已经到了，你什么时候到啊？快了，马上就到。以前我对苏醒的时候，他经常也不迟到，就是他心情好也就罢了，第二心情不好，让我等上2-3个小时都算轻的了。哎，以前你跪舔女神，现在女神跪舔你，爽啊！昨天的事情是我不对，你别生气了。你什么时候到啊？我已经等了快1个小时了。高手，来，再来一把，来！李天已经等了快1个小时了，估计他该得到教训了。才等了1个小时而已，不就是要让他知道我和别的女生不一样？不是有钱就可以让我另眼相看的，必须得拿出点真心实意才行。厉害啊，他要是真的在乎你，就不会在乎多等的这1个小时了。再等我一下，马上就到。估计他还有1个小时才能到，我先出门买辆车装进去。你宋文出手就是一个亿，我的？他不是没要吗？好啦好啦，我知道你委屈。这样吧，今天我送给你一个大礼。大礼物？有多大？有大概这么。所以是什么呀？我带你去个地方，去了你就知道了。走吧。这位难道就是龙江市第一富豪黄月？没错，早就听说过他的大名，不过像他这种上流人士肯定看不上我们这种做主播了。不怕，有我呢。
你把您给盼来了，您就是无敌先生。没错，网名无敌，真名李天。果然是英雄出少年呐，就是这个选女伴的品味需要再提高提高。这话怎么讲？说句不好听的，这些个主播们只要钱给够，什么事儿都能干。我们还是先谈正事。玉哥，里边请。这套别墅总共四层，院外有一个私人泳池，二楼有私人电影院，三楼还有一个星空房，全部家具都是进口的，光装修就花了我1000万。李总，您觉得这套房子怎么样？可儿，你觉得这里环境怎么样？喜欢吗？我当然喜欢的。李总，实不相瞒啊，公司里的员工都等着我发工资，这套别墅我是绝对不会卖的。兄弟，你要是愿意接手，我给你一个实在价，7900万。7900万？您要是觉得高，7300万也可以。不必，黄总，你公司做生意也不容易，这样吧，7900万全款购买，一次性付清，你要是愿意，我随时打钱。李总，你这真是帮了我大忙啊，谢谢李总。但是我有两个条件。请说。第一，请您向孟可儿道歉。道歉？我堂堂集团董事长，我凭什么向一个不入流的主播道歉？李天，算了吧。如果您不道歉，7900万果然是英雄难过美人关。何二小姐，我向你道歉，我有失言，我不该有职业歧视。好感度加10点，您太客气了。第二，这栋别墅你并不是过户给我，而是给他，房产证上写孟可儿的名字。这可是近亿的别墅啊，你居然要送给他？不不不，这太贵重了。可儿，如果这套别墅不写你的名字，恐怕我今天是买不了了。为什么？我名下的房产实在太多了，不能再购买新的房产了，所以只能暂时过户在你名下，你就当帮我一个忙。当然，如果你实在不愿意，那我只能给黄总说声抱歉喽。可儿小姐，你就接受吧。怕我不肯接受，找这么一个借口，这男人也太有风度了吧。孟可儿好感度99点。 Yes， 马上就能拿下孟可儿了。可是没什么可是。可儿小姐，我现在真的是急需一笔钱帮我渡过难关啊，我都快破产了，你就当帮我一个忙行吗？是啊，我们黄总真的遇到困难了。好吧，我答应你。好，好，太好了，我这就去准备合同。好，现在你是这栋房子的主人了。对不起李天，其实那我是故意迟到的，希望你别生气。没关系，这点小事我根本就没放在心上。真的吗？当然，我要是对你不真心，怎么会送你这么贵重的礼物？这个男人真的值得托付。哎，奇怪，怎么升不上去了？百万、千万、亿，阿婷又花出一个亿，这孟可儿真是吸血鬼啊！系统，你玩我呢？李佳，初恋女神
林子轩。哎，孙乔，你不想干什么？给我上！好，停停，你个死胖子，穷屌丝，就你也配追林子轩？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啊！我真没想追他，我。你要是再敢接近，吃不了兜着走。死肥猪，自不量力，咱们走。你没事吧？别哭了。我能看出来你心里还是放不下林子轩。所以好感度迟迟上不去的原因是因为我内心并不爱林可，而是爱林子轩。什么好感度啊？啊，还有最后30天，孟可搞不定我就完了，必须找个杯弓人选了。你不会是真的要追林子轩吧？林子轩他已经不是当年的那个他了。听说呀他为了钱当了孙强的情人，高傲的不行。今天晚上还要在别墅里举办生日晚会，还邀请咱们几个老同学去。哦，喜欢钱啊？哦，那更好办啊！老子最大的优点就是有钱。哈哈哈！我昨晚的女人到底是谁？你烦不烦？我都花钱给你开生日会了，你还想怎样？林子轩，我和你说清楚了，我可是孙氏集团少爷，你只是我装脸门面的工具。再跟我一句，小心把你爸的治疗费断。自己走过去吧。一个人走路多害怕呀，哥几个给你当保镖保护保护你。你想干什么？不干什么，交个朋友嘛。滚一边去，再过来我报警了。美女挺辣啊，我喜欢。你说你都是富豪的情妇了，你给我装什么呀？啊，要不哥给你点钱瞒你一晚上啊，瞒你一晚上行不行啊？啊，瞒你一晚上。哎呦，神经病！哎呦，给我上！大哥，你都跑了你！滚！兄弟，给我个面子，散了吧。不是你他妈是谁啊？你想英雄救美是吧？啊，你也不掂量掂量你自己是干什么的？我告诉你，现在赶紧滚，要不连你一起打！哎，给你十秒钟。从我面前滚蛋，否则后果。真狂啊！啊，我今天就教教你怎么做人。打不过的，赶紧走吧。系统，我在。给我解锁最强格斗术。收到，消耗技能积分10点。搞定。哥，你混哪儿的呀？行不更名，坐不改姓，老子李天不好无敌。你就是那个第一声毫无无敌，知道了还不快滚！滚！你扶一下呀！扶我一下呀！
李天，实验学校三班的李天。是我，子轩，好久不见。我知道你一直对我有意思，但你没必要这样做。啊？这些人被你随便一碰就倒在了地上，你真当我是傻子，什么都看不出来？拜托你下次找人演戏，你找几个演技好点的。我没有找人演戏，这些人不用解释了，事实已经摆在眼前。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谎称自己是神豪无敌，我和那种拜金女不一样，没必要用这种小伎俩来试探我。哎，我没有，哎哎，身手太好，身价太高也是我的错了。哎，你给我等等。